我跟男闺蜜，你会介意吗？不介意啊。真的啊？啊，那我有女闺蜜，你会介意吗？女闺蜜，你敢？不是，那凭什么你可以有男闺蜜啊？不是，不是说假如吗？我把那男闺蜜当兄弟处的。那我也假如啊，我把那女闺蜜也当姐妹处啊。你是大老爷们，什么姐妹姐妹？那人家又不介意。我介意啊。不是，那凭什么你可以有，我就不能有？那你这不就是双？双什么？双鱼座吗？双鱼座。啊。你连我星座都记错了，真的是。哦哦哦，你是那个你什么？双标座。哎，不是，水瓶座，水瓶座。水瓶座好呀，我很喜欢水瓶座。哎呀，好，别生气了，那你去找男闺蜜吧，好吗？放你自由。真有你。你去不去啊？一起去吧。啊，那好，我去找女闺蜜，走吧。